这是一件非常舒适的女士开衫，如果在春季或者是秋天的时候啊，我们不用扣扣子，只是胳膊和肩膀稍稍有些冷的话，那么这款作品一定是非常适合，而且它还充分的将你里边的内穿的衣服啊得到了一个充分的展示。比如说你要穿圆领的这种衬衫，或者带这种桃子边的衬衫，或者是一些漂亮的打底，跟它都非常搭，甚至是长袖的连衣裙都可以啊。这款作品我们来介绍它的相关情况，它出自于我在中国已经出版的这一部编织图书的这一页。你所看到模特身上穿着的这一件，正是我们要为大家讲解的这一件啊。这两个是相同的同一款服装，而且色彩也超级的棒。我们在近距离啊可以看到它的毛线实际上是在亮灰的基础上加入了一缕玫瑰金色，所以使得色彩啊就变得非常的饱满而且有层次。好，这款作品呢编织起来并不费事，哈哈，整件衣服才起了几十针啊，它是从袖子这起针横向编织的。很多人一看，哎呀，又是非常规织法，是不是织得特别复杂呀？才不是呢，极其简单啊！熟悉我的同学都知道，我一向喜欢设计这种，比如一机一多穿，比如非常规的编织手法，比如在毛背心的基础上，我们折腾出无数种样式啊。也就是说，款式的设计，这是我最最喜欢的。因为所有花纹只要给大家一说，或者是你看过视频教程都能够学会，但是款式啊以及它所带来的创意，通过每种花纹不同脾气的位置的正确安排，让它绽放出最最瑰丽的色彩来，最最瑰丽的它的整体的表现，让它绽放在我们的肩膀、胸前腰部等等啊，会让整个人的衣品得到一个提升。熟悉我的同学大家都知道啊，你在每一部书的封面能看到我的名字。我现在正在把我的所有的编织图书和编织杂志里边的这些款式以视频教程的形式啊给大家录制出来啊，这占用了我比较多的时间。最初呢，我认为业余的小时间就能够完成这些啊，没觉得它的工作量会很大，但目前看来并不是啊。可是大家的这个点赞和评论的这个量啊，以及这个弹幕的这个量，真的没有我认为的那样多。所以希望同学们，如果你是一个手工爱好者，一定要支持我，哈哈。怎样支持呢？点一个赞就可以了。然后有问题的同学可以在下方留言啊，会发弹幕的同学，如果你是使用西瓜视频观看的，你可以在右下角找到弹幕那两个字，然后呢，你可以把对服装的这个设计的赞叹和对我本人的鼓励写在上边，我看到以后呢，也会非常的高兴。好，以上算是拜托各位，希望大家一定要达成我的这个小心愿。好，我们现在就正式和大家一起啊，来说它的编织方法。首先来说毛线，刚刚小小的介绍了一下，它是由四股线组成的啊。你看每一根毛线的直径呢是2.5毫米，但是你捻开之后它是四股合成的啊。其中一股就是玫瑰金色，另外三股是灰色啊，使得它形成一个饱满的这样一个表现形式。织针6号针，这个针和这个线织出来的平针啊，也就是织的正针的这个位置，大概和每2针刚好等于1厘米宽啊，每线上织24行等于10厘米高啊，这是它的一些数值，希望大家能够记得住啊，这些对你有一定的帮助作用。好，整件衣服我们加起来，你猜它用了多少线？1斤2两线就能够完成这件衣服。当然了，我们还会将这款衣服的原款介绍完之后，然后给它做出一个，第一是鸡蛋里挑骨头的环节，第二是什么？就是给它做一个拓展式的一个讲解，比如说对一些位置进行改良，这是第一是一个可操作的合理化的一个改良啊。第二，还会根据大家的身材，我们会拿100
20斤的女生，身高1.65米啊，她是这样的一个身材的状况。以这个身形为例，我们会将这件衣服重新设计针数尺寸，哈哈。所以喜欢的同学一定要看到最后。好，相信之前给大家讲的这些啊，实际上对编织真的是非常有益处的啊，大家千万不要觉得太唠叨啊。好，我们现在就正式的和大家一起啊来说它的编织方法。之前我已经讲过了，这件衣服它一共才起了多少？40针。40针是哪儿呢？是它的袖子这一圈啊，是40针。也就是说，整件衣服我们只在袖口这儿起了针了。起完之后我们怎样？我们给它环形着向上织啊。那么整个袖口的这个位置起的针环形一共织了多少？25厘米，一直到这儿织的什么花纹？近距离看啊，拧针的双螺纹，就是织反针的时候不变啊。所有的正针在编织的时候，整个这一行横着这一行编织的时候，我们的所有的正针一定要拧着织，第二行的时候不拧，第三行又拧啊，这样交替重复就会形成这样一个非常非常完美的一个花纹，新手也能织得这么整齐，知道了吗？好，这40针当我们达到25厘米的高度之后，注意啊，这40针可是一圈，可不是一片啊，一圈40针。达到25厘米，我们要怎样呢？我们要给它像普通袖子一样进行加针了。怎样的加针规律呢？同学们仔细看啊，我给它这样拿过来，看这位置在一点点增加的，看出来了吧？啊，那么怎样的加针规律啊？每8行加一次针，一共加5次。看，向上织7行，第8行加针1、2。也就是说你是环形织的，所以加的这一次针其实一次是加了2针，这2针是挨着加的啊。你可以取1针作为加针点，或者2针作为加针点，在1针和2针的左右各加1针，理解了吗？啊，按照这样的规律啊，我们这5次针加完，你的总针数应该是增加了10针才对。那么当你来到这儿的时候，你的总针数啊变成多少了？你最初的时候还是40针呢，对不对啊？然后你变成了多少？然后经过这样的加针啊，你的总针数就变了，变成了多少？变成了50针了，对不对？好，变成了50针之后，我们要怎样？同学们立刻就会发现它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仔细看啊，看，原来我们是环形这样织。同学说了，哎呦，那这怎么办呀？没关系啊，达到50针之后，同学们注意啊，还有一个长度，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长度刚好也是25厘米。注意看啊，这25厘米指的是哪儿？就是指你开始织正针，从这个位置到这个位置算起，完成织正针啊，不能说完成织正针，而是完成环形织。这一部分的长度啊，25厘米，这一部分啊也是25厘米，它俩一样的，总加起来一共50，记住了吗？好，达到这个长度之后，我们要怎样？我们要将原来的这50针，以前是环形织是吧？我们要给它突然的改成往返织，以哪儿为界呢？就以你这个位置加针的这个地方为界，看，以加针这个地方为界，我们要在它的这个位置给它改织。往返，并且啊，你要在50针的拿针分界的这个位置的2侧各平加针，加多少？55针。看这边也平加55针，这边也平加55针啊。同学们可能会有点不理解，回答解释一下啊，它这个位置，哎，正好这个很像啊。看，我们拿它当例子啊，假设这个位置呢是。什么呀？是环形织的，我们知道这儿了，对不对？好，知道这儿之后，给它改往返织了。这边加55针，然后呢，你是环形织的哈，这边也是加了55针。好了，那么这个位置就是变成了你的新的起始位置，理解了吗？而且变成了大片织。好了，现在你这儿和这儿。都各平加出来了55针，
那么总针数变成了多少？那就是五十加五十五再加五十五，一共一百一十加五十，一共等于一百六十针了，对不对？好，你这一百六十针的大片，注意啊，你要按照排花来，往返往返的向上织啊。我看是哪个花纹，应该是这个。同学们准备截这张图啊，排花一，看见了吗？排花一指的是什么？你看，你的这个一百六十针啊，要怎样织？哎，怎么不是一百六十呢？二十二，正好一百六十啊。一百六十的两端各取十八针，织对拧麻花，然后两针反针相隔，中间一百二十针织的是正针。注意了，这个排花指的是谁？把这张图截下来啊，同学们，这个排花指的就是这个部分啊，因为现在你没有看完整屏幕，没有看到它的底边是哪儿，看这儿，这部分就是你那十八针的对拧麻花，明白了吗？啊，有同学说那这是什么？这是后话，还没到它呢，你现在在这儿，对不对？啊，这位置就是那十八针的对拧麻花，那么这边你也平加针了，看，这儿有一个十八针，看到了吧？哎，你看它这还有一个缝合剂呢，注意看。看到了吗？啊，也就是在两边各平加五十五针的位置，看，实际上是你的正身的部分，理解了吗？好，按照你刚才的排花，注意了啊，按照你刚才那个排花，左右往返这样往上织啊，各啊两边给它放在一个大的环形针上啊，说是环形针，实际上是为了你织的时候方便，从这头到这头往返织也可以用环形针啊。那么按照这个排花，你向上往返要织多高呢？这个长度啊，非常非常重要，同学们一定要记住，高度九厘米。九厘米从何而来呀？就是从你平加的这五十五针的位置算起，到这儿，看到了吗？到这一部分，织九厘米。这九厘米是什么？就是你刚刚截图的那个排花。那么下一步还有这些要怎么操作呢？我相信同学们在这儿之前全是非常明了的，到这儿之后一点都没有意识哈，没关系，我会一点一点帮你破解这些谜底啊。同学们先给这个教程点一个赞，下个教程我们一起啊。